哦，真的两样情哎！我们上次热的要死的时候来的时候啊，跟小赖在那边转角排了一家超长的那个葱油饼，大家记得吗？真的大排长龙哦，知道。然后是正中午，太阳大到我把袖子卷起来，然后一直在滴汗这样，然后但是是排整条长长长长。现在没看到什么？因为我们现在在转角，你要去哪？所以我们现在要来的这一家店呢，也是一个厉害的店。然后大家来澎湖可以来吃看看，因为其实澎湖真的就是海鲜，海鲜再海鲜。对。然后呢，这一家是专门牡蛎屋，哇，里面很多满满的牡蛎。这一家你看，满满的牡蛎。好多。今天带你来补了好多星。晚上动一点哦。OK。这样，这一家郭家赐福牡蛎屋，其实在澎湖也是非常有名的，就大家来这边玩一定会来这里吃。然后你看看，牡蛎就是不能有腥味，然后一定要非常的鲜甜。然后你看它有多大颗，加大量，它的每一颗啊都是经过18个月的深海垂钓，超级。刚说是在高盐度的海水还有藻类的生长环境下长的。嗯，就是这个味道，嗯。因为很多人不敢吃牡蛎是怕很腥，反正它这个海的味道很浓，就是大海的味道，那个海水那个盐巴的味道。这一碗就是它的招牌的蛤蜊饭，那它的蛤蜊好像是有什么特殊的，等一下问他一下。那这个牡蛎是不是有调味过的吗？它是不是用那种像腌那个咸辣啊？哦，的方式是一样的。好像是哎，老板，老板，嗨，你们好，老板你好，这是手工做的，手工科卷。老板想问一下，你这个的调味是不是像腌咸辣啊那种方式？对，不算是的，因为它本身牡蛎带有鲜甜味嘛，嗯，一些简单的酱油，对，还有糖这样子。然后它这个是菜脯，菜脯，葱头、蒜头，牡蛎，简单的味道，这样配起来蛮好吃的耶。嗯，甜甜甜甜辣辣的这样。对，超期待这个。哇，好脆啊，这声音，很烫。怎么样？很烫，可是好好吃哦。这里面是有牡蛎跟韭菜，还有红萝卜，还有一些脆脆的那个。很脆哦，对，真的很，就像甜甜的这样，所以每条长相都不一样，都是手工的。嗯，哦，哦，好好吃哦，而且它皮很薄，这又吃到牡蛎不同的感觉，味道。因为你这边有很多牡蛎的吃法，哎，炸蚵仔烧，还有川烫的。对。但最多人来点应该就是这个吧？对，第一名。这不是川烫，这就是带壳蒸牡蛎。嗯，对，因为它保留它最原始的味道。一次就是这么多颗吗？一次大概8到12个，它是当季版型这样子。嗯，当初怎么会想说就是专做牡蛎这个？因为想说一直做饭的时候蛮可惜的，然后自己开家店来。哦，你们以前是卖牡蛎的？这是这我们自己养殖的。哦哦，所以18个月的深海垂钓的意思是特别点在哪里？因为它经过不同的海域，它养分都不一样，所以它吸取每个海域的养分，到第18个月那时候是最好吃的时候。什么？那第18个月过了之后就老了吗？没有，它到冬天它会休息一下。哦，因为冬天东北季风出来了，是它就要冬眠。哦，它会冬眠哦？对，它就会把肚子全部的养分都吐掉。所以我们冬天就没有贩售，就要等到明年4月，它才会继续再长大。哦，原来。所以你贩售的季节大概就是4月到11月。对，对，可是就是要看天气啦。北风来的早就早点休息。因为是自己在养，然后卖，然后就想说干脆开一个店来做这些料理。所以你自己本身是心很足够的一个人，每天吃牡蛎。我原本一开始是不敢吃的啊，真的，一开始不敢吃。对，因为就是知道郭家牡蛎我才，因为我是算其他女的。哦 ，OK， 所以郭家赐福的牡蛎是已经历史悠久了，是不是？对 ，OK， 大概30，有超过30年。哇，很久的。了解，我们当初总会想要把牡蛎放到饭，就是像这样子。对啊，这样子蛮特别。其实它百搭了，你也可以干拌面线。哦，也有卖干拌面线，然后放这个牡蛎上面。
哦，不错哎，这样吃好好吃哦。这边想吃原味的，然后也想这样子吃，炸的也可以啊。对，然后炸的也有的、不同味道的牡蛎。这个真的好吃哎。对啊，这个。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。这个真的蛮好吃的。